刚呢？喜金刚是金刚所菩萨，就是金刚萨埵，它直接变化出来的，也就是说喜金刚本身就是金刚萨埵，金刚所菩萨、金刚心菩萨、金刚萨埵，它本身的变身，变身的，像大威德金刚哦，就不是变身。大威德金刚是文殊师利菩萨进入变魔法王的三昧地，变化出来的一尊大威德金刚，这是合体，合体跟变身有点不太一样，但是合体以后可以变身。文殊师利菩萨加上变魔法王，变化成为大威德金刚。观世音菩萨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是阿弥陀佛再加上观世音菩萨变化出来的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这是合体变化出来，合体兼变身。那么喜金刚呢，是文殊啊，喜金刚是金刚萨埵，再加上了啊，他没有加上他直接就变为喜金刚，这就是叫变身啊，说合体跟变身不太一样。所以大家要记得什么叫合体，什么叫变身，这个合体在变出来，这个就是。那么喜金刚是合，喜金刚是变身，也就是金刚三手变出来的。